你们等着啊。但简梦点了个陪玩。我点了个陪玩进去。哎，就你们就羡慕着吧。你看，好不好看？我靠，还有吗？不是，啊，必须有。我今天刚回来，你不给我整一个，你自己整上了。我靠，你是不是给阿珍？我咋知道你今天来？我给肯定给我自己点的呀。哎哎哎，怎么有人骚扰他？我唱了啊啊！我唱了。哎，你行啊？你叫什么？大白天的干嘛呢？大白天的。韩保安将男子赶走后，你给我等着啊！我操！哎，你好可爱啊，美女。嗯。你好素呀，你没整过容是吧？啊，对，没整过容。你多高啊？170啊。体重呢？很高兴认识你。很高，干啥呢？我都没握手，你握啥手啊？不是，不应该是我帮的你吗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啊。都感谢，感谢怎么感谢呢？就光嘴巴说呢，咱能多多少少啊，我的手就不握了，拥抱一下来。你想去干嘛？那咱们等会找个地方看电影呗。好呀好呀。去哪看电影？我想去哪？都可以，听你的。咱们去私人电影院吧，就那种暗点的，咱们可以看个什么惊悚片。那咱们三个人吗？三个人不太合适啊。兄弟，我过来，我跟你讲句话，你不觉得你配他稍微有点差点意思吗？就你觉得像一个跑白菜，像被猪拱了一样的。我是白菜，他是猪，你的意思就这个意思。没事，我将就一下，无所谓。不是，要不这样，要不你今天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行不？那去不去嘛？我先跟你走吧。那简梦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去哪里了。真去啊？啊？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他去哪了？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。那个啊，你真的有法拉利吗？有啊，完我司机去开。就是你可以改单吗？可以啊，可以的，可以，没问题啊。哎，那刚刚那哥们长得挺帅的呀。谁啊？简梦，你不觉得他长得挺帅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他对你最帅了。那他咋了？你是嫌弃他什么？走吧，咱们去对面。啊，你是觉得他怎么了？我没有觉得他怎么样，但我觉得你哥哥你更帅。那你这样岂不是就不太好呀？就是比方说，你看我们俩是好朋友，好兄弟，对吧？然后你这样，有一句话叫兄弟妻不可欺，你听过没？你这样岂不是，如果他心眼小格局小点，我们俩关系不就搞得不太好了吗？